中间的钻石就可以挖。第四阶段的话，你倒下也会扣生命点数。大概都是这样，然后到了第五阶段，核心会受两倍伤害；第六阶段，核心就会开始慢慢自动受伤，这就要小心了。嗯，好。那你一开始就主要多挖挖，多挖挖，快速挖。好。学会快速挖。你就来抢矿物哎，好扯哦。挖苦。他没办法一次挖这么多啊。瑞比特还小看你。没有，我是在算那个矿物，你知道吗？最大效益。还小看你。黄队都在这边挖矿哎、哦。你说对面吗？对啊，两只在，两只不是矿工了。哦，那就扁他。哎、欸，瑞比特，你可以去那个中立区了，中立区。中立区好，去挖黄金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那边有，因为那边有绿宝，那边有绿宝。反正你不会被打、啊。对对，没错，和平和平，我们护卫你。中立区，我跟你跟着你，对不对？跟着我，应该是左前方嘛，对，左前方。好，他们去挖的都不是发光的边，直接开边啊！你负责挖就好了。挖矿哎、欸，啊，我在这边挖，我的矿物一直不见。你为什么不能挖？我咒术师挖东西有几率会，因为我、哦、你会倒霉啊，你会倒霉。哎、欸，那个瑞比特就在这里，瑞比特在这。好，我在这。对对。来抢他们的资源。不是你马上真的在抢人家的那个了绿宝了，是不是？他们的绿宝不能挖、哦，你只能挖我们的绿宝。我们只有一个、哦，有羊毛，有羊毛，有羊毛。我们是红羊毛。对。他们的绿宝我们应该可以挖，你不行，好不好？哦、你是矿工，矿工不行，okay. 因为矿工在这里是无敌的。好，我们赶退他们了。耶、yeah. 欸！对，我刚刚一过来还先放蚊子了，这边不能放蚊子。对啊，我刚刚看蚊子。八滴，一只八滴，两只十六滴，我二十滴血，没事。阿行正在附魔。还有、哎、他们在附魔了，是？嗯。好快哦！好快哦！我去放了蚊子了，蚊子很快、欸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我扣八滴，我扣八滴。哦，八八过来哦，发光的是八八哦，不能打哦。好想挖他们的绿宝石。不行不行，就说不行。我忍住，我忍住，我眼睛闭起来。哇哇哇哇哇！我看到了，八八哎！我中毒，我中毒。什么父母才被我挖？有，只要扣到剩半滴血就不会中毒了。那个，杰克过去了，小心杰克哦。哎，干嘛？矿工不能打。他干嘛跑？矿工不打，不打。越线，但越线。哇，他好痛。就要去打架，就不挖对方绿宝，其他强。他一滴一滴可恶，触角太长。哎，好赢。还好，就抢，你就抢，努力的抢，看谁挖。绿宝不能挖他们的就对了，不然太难分辨了。我要检举，刚刚爸爸也偷挖了我一颗。对啊，对啊，没事没事。所以反过来，你其他矿物，尤其是黄金啊，黄金先挖，啊、然后再挖绿宝，因为绿宝它不能抢你。嗯。OK。攻略。天黑了。那蚊子现在拿手上拿什么是斧头吗？就是看你手上拿什么、啊。还是会看自己手上拿什么啊、哦？对对对，哦，啊，我刚刚是空手的，哎呦，拿东西了，哦，好痛、哦，嘿嘿，那我们也可以来偷挖他的，他可以打我，我不能打他，所以我偷挖他很合理。来了，绿宝石有了。
宝石有了，巧克力。没有，我这时候不换安利宝，但我换黄金。我还走过他前面，我去挡他。你验他。哦。杰克来，杰克来。我下门了。杰克来坏坏了，杰克来坏坏了。啊！哇！捣乱被发现了。我把他打走了。好好好，是。玲玲也在外面看，东看西看。我们等一下小心家里，小心云月的突袭。哇，这个附近的石阁是我附近的石阁之源还是那个啊？你想说的？就是石城死的正方形吗？你有稿子吗？可以啊。啊？我想你的稿子。麦块石城死啊，离你石阁。可是我刚刚跟杰克靠很近，我放他读好。因为你是咒术师，他也是咒术师啊，你们彼此不会互读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。咒术书。你要咒谁？第一次就坏了，还是你不讲话了？是我断网了，我断网了，救命！救命！咒猪猪，我断网了，但伺服器还会在，然后 OBS 的录制还会在，所以看记录档的还会看到，但是断网了。这种时候就是等个三分钟。看他连不连得回来。哦，他那边做猪猪害我就断网了。他不知道我家网络是用猪猪连的。我妈帮我申请的猪猪连线呢。我先用手机跟他们讲我断网了，你们加油。伺服器是在别边，所以他们还是顺的。我断网，我断网了，等网路回来，你们加油！哎，有网路回来了，哦，那不用打了。哪在？我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我刚刚瑞口在那边咒猪猪，我的网络就断了。你那边什么咒猪猪、咒术师、咒猪猪，还有断网、啊、我家网络是猪猪连线呢、欸，真的哎。哦，第二阶段了，哇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！没错，那哈奇还扁了对方三滴血。没错、啊，偷挖3D 呀、啊！哇、哦，你还挖人家3D 哇？你好猛！不在的时候发生太多事情，哎，真的太多事情了。我就好像那种被冻结的人，然后现在回归世界，这里是哪里？你醒了，是终于醒了。早安，早安，你好。哎，咒术师是不是不能拿铁剑啊？可以吗？我忘了。忘了你喝拿铁吗？你不喝吧？拿看就知道了。喝摩卡啦。摩卡跟拿铁差在哪？摩卡又名 chocolate 咖啡，拿铁 milk 咖啡，英文来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挖他们的那个绿宝石的吗？可以啊，他不在你就偷啊，他在你就不要挖好了。摩卡其实就是巧克力咖啡啊，他会加巧克力。因为我去星巴克，通常都只会买他的巧克力星冰。太贴心了吧，这个。你只会买巧克力星冰乐啊你？对啊，
对啊，我昨天就喝了一杯，好爽。真的还蛮爽的。好扯的。那好好喝。这一万块你都把减肥把它丢掉了。嗯，对啊。哦、我都在熔炉烤、哦、这才是烟熏炉，找到了，有在烧牛排咯，努力烧。阿钱你很裸、哦、山地上有屏障，不能走边边。有了，我要变强了。外面就有附魔台，你哦，你这样更方便，赞。哎、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在找，说你说食物放哪里？食物哦，给你啊，我给你。哦，没有，你就一直在那里挖，然后你需要东西、啊、跟我们讲，我们给你。你回来就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三十等，你想附魔。哦，好。对，啊，你身上矿物可以先给一下绿宝跟黄金。我在后面，我放在那个矿物区的箱子里面。矿物区的箱子里，你说前面吗？没有，后面。没，后面这里面箱子。什么？你说放在中立区箱子啊？那对方会拿得很开心。那交给你了，那我回去了。嗯。OK， 我要那个是自己的呢。嗯，有什么中间没有人，我去挖一下先。很好。通通拿去做牛排，我去烤。我还在到底有没有在跑？努力的回归这个世界。这是 Uico 吗？努力校正回归、嗯。这是 1.0 的 Uico 吗？不是，我是 Yoloco。嗯Yoloco，、嗯、这么久不见，你应该3.0了吧？哎，哎，3.0的什么？我不知道。3.0，那是啥？到底要多久？一年前就被我扣在手上了3.0。我那个建模师还整天说啊，你3.0不是做了吗？我怎么不出？一年前。哎，那个熔炉在哪里啊？这个食物商人。最右边的书柜，我去买哦。哎，我被打了。哦，我脑鬼被打了。他们有人来咯，有敌袭。门口，被他毒咒，他怎么敢进来？没事，我们家有很多脑鬼。我刚也冲过去毒他。哦。他有盾，我不行，你拿斧头打一下就破盾了，你得考。我的马铃薯，我没有做斧头哎、欸。做啊！你为什么不做？你好意思讲？杰克在我们家、哦。对，在门口。哇！阿乔在你隔壁，我在放脑鬼。我想要烤啊，烤。是原木吗？烤。再做一个烟熏炉啊，一个烟熏炉不够啊。可以、欸、OK，nice。好猛哦。被我拿下了、哦欸。为什么他、欸、我贵族他写附近的敌人死亡，那个敌人是我自己耶，什么意思啊？啊死亡了。你倒了。他写他那不是莫娜死亡耶，我明明杀的不是杰克是不是？嘿嘿，好，我看一下，到时候看一下。死杰克非彼杰克。我怎么死人、啊？可是我、啊、不让脑鬼拿武器，我又忘记了啦！我是空手脑鬼，我是哦，你是 Uico 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真的，我是 Uico。哎呀，我刚刚想说，我不要这样讲啊！哎呀 ，Uico 果然是曾几何时，你也会变成我的形状啊！好可怕，好可怕！踢起来快，又来了，他来了。哇！